哥，一会儿我男朋友来找你谈合作，你帮帮他呗。你呀，行，知道了，就这么定了，拜拜。你怎么找这儿来了？我不说不让你来吗？我这不想着给你。你什么你呀、啊？你就是个农村的，我领导已经把他妹妹介绍给我了，城里人，你滚吧！你什么意思呀？什么意思？你个农村的，对我事业能有什么帮助啊？赶紧滚吧！我是来谈合作的。你好，不认识。操，啥人都能谈合作呀？你们就是来谈合作的吧？对呀，副总。先来后到，介绍一下你们产品吧。副总，我是带着诚意来的，这是我们公司新生产的珊瑚绒毛巾，你看一下。你再看一下我这合同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是谈合作呢。等一下，辉总，一个推销员，我马上让他走，赶紧走，我啥也不买，你赶紧走，赶紧走，出去，赶紧走。哥，哥，是哥，你咋不早说呢？跟你说，你配吗？今天这个合作，先算了。辉总。听说你瞧不起农村人，我告诉你，别瞧不起农村人，我们都是从农村走出来的，拿着你的核桃滚。